们邀请到的是张玉珍老师以及陈维如老师要带来的琵琶演奏，一连好几首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中的经典。首先呢，要为大家呈现的是《八月桂花满地开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张老师以及陈维如老师帮我们带来的《八月桂花满地开》，非常精彩的琵琶演奏。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
一代女皇。的一代女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这个经典老歌，这首歌当然很多朋友们都有很多的回忆啊。第三首《一帘幽梦》。Thank you.
珍老师以及陈维如老师带来的这首《一帘幽梦》。现在呢，这首也是经典中的经典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这首琵琶弹奏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